最容易塑造出收皱的效果，呈现学生穿上自身设计服装以及时尚口罩套，大走伸展台，让口罩结合服饰的穿搭多一分惊喜。这两个色系是一样的，所以口罩就是用咖啡色系，然后这个蕾丝是搭配衣服身上的蕾丝，比较古典，看起来比较优雅有气质。一般的口罩就是比较的平凡，然后就是增加了一点设计，会比较的就是看起来时尚。台北市教育局办理产学合作，技术型高中专题实作，结合时事议题，打造时尚口罩布套，希望延长口罩期效。家政群科呢，就是有些我们是利用我们的服饰实务的课程，然后把这个实务的东西带到生活化。那因为现在疫情严重，那我们希望是说，在整体造型上设计上面，让口罩能够发挥除了防疫以外，还有一些美感，一个美学的设计。把防疫变得很时尚，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哦，因为防疫过程真的很苦闷，所以我们怎么样让防疫变成一件开心的事情？因为每一个人每一天还是都会戴口罩，那戴口罩可能可以借由他们的设计变成一件时尚的事。这一场结合时尚口罩布套的成果展服饰，展现高职学生设计潜力。《原始新闻》莫拉斯巴藏台北市采访报道。